统一是历史大事，是正道；台独是历史逆流，是绝路。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鼓吹新两国论，蓄意谋独挑衅，企图以外谋独，以武谋独，违逆潮流，背离大势，必遭失败。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、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，加强与台湾各政党、团体有识之士的联系沟通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推进祖国统一。